眼開步，呢場林嘉誠就正喎。天之月啊，跟住先啦。真威中間就夜遊客，綠色衫啊星雲威龍，四隻馬咧，首先係帶咗喺前面先，然後埋邊第五位咧就開心人啦，隔離呢只係美好世界，近能呢個綠野神區咧已經係一個第七位啦。再跟住後面咧幾隻馬跟住嘅咧，有呢一隻皇冠統帥娛樂之寶嘉橋。尾三必二星，尾二咧就北地烈馬包咗尾咧就添姿彩噶。林嘉誠好殺食嘅第三位喺外檔嚟啦，逐住進逼噶啦。呢度咧佢個位係好嚇得人驚嘅，你知唔知啊？佢跑到呢度咧，佢輸俾你有限嘅啫。呢個咪跑翻本色出嚟咯，呢場跑得好成啊！好啦，過咗千二米段處咧，就嚟到呢個一千米段處咧，仍然啦係呢個夜遊客啊帶一出嚟先啦。跟住二三位嘅馬咧就同馬房嘅星運威龍同埋天之月啊，然後埋邊啊開心人，中間啊真威真威之後外檔係娛樂之寶。跟住咧有啲就係皇冠統帥啦，美好世界、綠野神區、嘉橋嘉橋之後咧，都有幾隻馬啦，有必二星啊、北地烈馬同埋呢個尖之彩嘅。轉彎嘅時候啊，好心急啊！林嘉誠啊，見到騎住呢個天之月啊，同埋咧另外星雲威龍已經上嚟拍實呢個嘢遊客噶啦。後面三隻馬亦都追緊佢，有開心人、內欄中間真威真威之後，外檔又娛樂之寶，再跟住另外第三碟嘅馬有皇冠統帥、美好世界、綠野神區啊、嘉橋呢啲馬啦。轉入直路嘅時候，嘢遊客放到呢度冇曬啦，星雲威龍已經過咗佢啊，仲有咧外檔呢個天之月咧，亦都係開始咧發緊力噶啦。跟住第三位開心人，然後真威真威之後，見到綠野神區，而家第四位追緊出嚟，仲有嘉橋咁啊，去到最後。二百零米路程嘅時候，天之月開始要騎緊嘅啦，真威越追越近，仲有咧綠野神區嘉橋一齊殺緊上嚟啊！中天再馬嘅時候，天之月真威啊，嘉橋綠野神區好接近，哇！綠野神區中一廿幾段步嘅，已經過天之月過中嘅時候，綠野神區贏啊！天之月咧影相贏咗呢個嘉橋，得個第二，好嘢呢樣嘛！喺第四邊第一啊，睇佢拎條鞭出嚟幾緊要。近能呢場搏曬老命啊！呢場馬殺落去啊，嘉橋想挨佢嘅，你知唔知啊？一路壓埋佢嘅，夾硬撐翻上嚟呢度，一個過咗真威再追。天珠呢場馬又騎得好好㗎啦，梁嘉誠啊，但冇辦法啦，近日打出渾身解數呢場馬好嘢啊，騎得真係，係國際騎師即係國際騎師啊，啲身價嚟嘅，值錢就值錢在呢度啊，呢場馬真係值得鼓掌。幾經辛苦贏翻場啊，綠野神區第一名就四號馬綠野神區獨贏，拍得20.03，位置拍得係12.7，第二而家外檔第二位，佢都蝕咗位㗎啦呢度。林嘉橋嚟睇後邊上嚟想壓住佢㗎，佢正啊，高馳都跑得，嘉橋都贏過佢㗎嘛。佢呢度壓住上嚟，佢輸咗俾嘉橋嘅呢度已經壓住樣壓佢嘅，萬一有隻真威咧，係嘛？中間係真威都唔係嘢少。哇！近能呢邊，你唔敢揩埋去啊！一揩埋去就可能到得甩㗎，一路壓翻上嚟。好嘢，好嘢場，真係騎得好，冇得談呢場話，真係贏咗師傅。